早安呐，现在6:38，我找不到我的脚架了。我昨天晚上明明有在用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今天要弄什么给他们吃呢？看一下，我有什么比较久没有吃的？今天来做一个。哎呀，一阵子没有做尾鱼的起司的吐司了，今天来做这个好了。可是我的脚架不见了，怎么了？你要吃锅烧面？今天可能有点来不及哦，我今天弄那个吐。今天吃鲔鱼起司吐司哦，你要吃蒸饺？有人想吃蒸饺，那就大家一起吃蒸饺吧。我先叫阿佑起来，等一下，阿佑起来喽，好，吃蒸饺是不是？蒸饺，原本想说他们昨天不在吃，昨天才吃那个的，我就昨天晚上来吃水饺，原本想说就不要弄蒸饺来他们吃。今天也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，最近档案稍微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其实工作都比较，就一个接着一个啦。当然这样子也是比较好，因为其实，哎呦，哎，这边还有这个果酱。不晓得有没有果酱。因为其实啊，普遍而言呢，就是这波疫情，所有的创作者的收入啊，其实都是降低的。主要因为其实广告商在投放广告的状况，在这2个月一定是比较少的。1个5颗，1个4颗，这样差不多。好，铁盘。哎呦，水。姐姐，你用完那个插头要拔掉哦，你不要，有时候都会忘记。调理针，好，这样子 OK，这个放回去。你觉得我们的冰箱又慢慢东西又越来越少了？这个是来来的水饺，我们很爱吃。然后，
姐，你们要喝黑糖牛奶吗？我不要。你要喝牛奶就好。我都你不要喝东西。哼？你不要喝东西哈，确定。好。还好你说不要，现在还只剩一点点。姐，你要吃优格吗？嗯？几度哦？好，我擦一下，鲜奶剩一点点。哎，又问我剩几度？其实我没事查几度啊，就是在浏览器这边打"天气"两个字。今天应该也是热的吧？然后就会稍微看一下，这样。中午，我今天蛮热的呢。今天26、27哦，今天穿短袖就好了。嗯？短就是26、27啊，今天是热的。姐姐去刷牙了。姐姐，你可以先利用这个时间去刷牙啊，姐姐。你不是你刷完牙那个热就会够热了。啊，就这样吧。那我倒一杯牛奶给。哎呦，差点破掉。就用这个吧，YouTube 的 logo。哇，总共要蒸11分32秒，蛮久的。那这边先来给阿优。这个要回收，我要来收这边，然后等它11分再15秒再出炉，我再继续，还有2分钟才会好。我收好洗碗机了，先来一杯咖啡。好，应该其实已经好了啦，因为它今天侦测的时间稍微比较久一点。我等1分钟的时候就准备把它拿出来。嗯，那加美露粉，那你拿到桌上，我帮你加。嗯，那你就吃。等一下哦，姐姐不要做这样了，很难看呢。好，等一下。自己拿碗筷。
这脚架，好，帮你推过去一点。能不能看到我的脚架？我的脚架不见了。还有，你要拿一个碗，不然你这样子会跌到，或一个盘子。赶快去拿一下，比较不会掉到处都是。这脚架为什么不见了？阿呦，你看到我的脚架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就录到这喽。各位早安，拜拜。